明杰，柠檬被 SCP 抓走了，你醒来以后快点来。啊，这，我就睡了一觉，柠檬怎么就被抓走了？爆炸呼叫水鬼，爆炸呼叫水鬼，收到请回答，收到请回答。水鬼收到，水鬼收到。柠檬姐你醒了，柠檬现在暂时安全，我一直跟着。这只 SCP 它看起来有点像狼，挺大一只，是黑色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它并没有攻击柠檬，只是围着它转圈不让它走。Over。Over 你个头啊！你快把位置发给我，我现在就来救它。到底是你妹妹还是我妹妹啊？连个人都看不住啊！发给你了，发给你了。你要知道我的枪被变成面包了，而且我的枪法你也知道，你还不如想一下你那个准点射箭的毛病。Over。可恶啊，臭裤子，你等我来揍你。救命啊，谁来救救我啊，两天没洗澡了，我要脏死了。我的祖宗啊，别吼了，再吼奶狼就该吃你了。布尼姐怎么还没到啊？我感觉我要被这怪物发现了。好饿啊，我的面包吃完了，送餐车在哪儿啊？怎么还不开饭啊？这个吃货真的是，算了算了，好歹也是我的妹妹，不能让她饿着。我得找找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爬楼上去丢点东西给她吃。我去，好大的风，这个高度应该够了。柠檬，我丢东西下来给你吃，你接着，别被那怪物发现了。好，你扔吧，这是 SCP-023， 看起来它的异常特性被移除了，只要身体强度还在，战斗力也就比老虎强一点。这个信息还不错，赶紧告诉布林姐，水鬼呼叫爆炸，水鬼呼叫爆炸，我这边有新的信息。这个狼是 SCP-023， 柠檬说它只有肉体力量了，我认为你的战斗力应该可以打十个。没有指挥，莽进去就行了。哦对了，带点吃的给你们，我在这边楼上等你们。林姐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坚持住啊，我来啦。哇，林姐你下巴好整啊。嘿嘿，这都是小意思。哦对了，裤子让我给你弄了点吃的，给，这是我藏了很久的凉拌菜。嗯，闻起来好像很香，但是看起来好脏啊，能不能放点别的？什么？你居然嫌我脏？你知不知道在这个赛场里想要拿到凉拌菜有多难啊？可是你都拿手里多久了？你又很久没洗澡了，当然很脏啊。洗澡？我妈说了，女孩子出生洗一次澡，出嫁洗一次澡，死了再洗一次就够了。不行，那也太脏了，细菌太多会生病的。下次我帮你洗，保证把你洗干净。我擦脸，离我远点。你们在吵什么？我刚从楼下爬下来就听你们在吵架。他气我。